今天做燕麦煎饼 oatmeal pancake， 一杯 oatmeal， 这是 roll out， 再倒一些牛奶，把它泡住，泡15分钟，剩下的就是鸡蛋和香蕉，在等着 oatmeal 的时候，把这个香蕉放到另外一个碗里面，拿叉子把它压碎，压碎后把它倒到这里面，打入一个鸡蛋，里面再加一个 teaspoon 的这个 baking powder， 少加一点点盐，一点点这个 cinnamon ground cinnamon powder， 然后把它搅均匀，我一般还会加一个 tablespoon 的这个 cornstarch， 我觉得它不够那个，它的更有，先把这个铸铁锅烧热，再点到小火，放点油，舀一勺，你能不能翻过来啊？稍微让火稍微火再烧小一点。就这边呢。可以了，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